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咱各位学员，大家赞，大家好。咱们足练的吼。那尤其像我屏东，我昨开车要去高铁站吼，我开车还佫开冷气，差不多27度啦。所以来到这，我差不多拢做下感冒的。因为昨我来，我着冷着，然后痰安尼吼，所以昨较歹势吼。那么，头拄仔咱有听咱班长咧讲，啊，咱秘书长嘛讲吼，讲着这个食安问题、食油这個问题。那么我来讲一个故事，就讲有三个国家的人吼，三个人组成一个探险队。去这个巴西的这个亚马逊河吼探险，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韩国人，那么一个是日本人，结果因说有食人族掠去啦，啊掠去，第一个就先掠美国人，要甲抬来食。美国人讲，我规身躯拢肥肉，无好食啦。赶快给他抬掉。第二天现在抬韩国人，韩国人又说，我整个人都假的啦，因为拢乳拢皮，整个人都假的，我说你都假的呢，赶快抬掉吃掉。第三天现在要抓日本人要来抬到，日本人又说一句话，那个食人族要放他走，他脱险回来日本，记者就甲问：“啊，你是哪？食人族要甲你抬？你是安怎脱险？你是甲讲啥？”伊讲：“我刚才甲讲一句话，因就甲我放我走啊。”伊讲：“我台湾人，我身骨有毒。”过下十年来拢唔知食偌济毒伫内底，即马有查到是油呢。啊，咱即个食品遐济有无？即马连讲豆干、豆腐啊，拢有代志。但到底有偌济有毒啊？未引爆，咱唔知影啦吼。啊，咱昨讲到这个部分吼，啊，咱阁继续来看啦。好来，那么台湾总统陈水扁吼，这句是唔对的，吼，因为台湾唔是国家，就无可能选一个总统出来，对不对？所以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你嘛？你算的这个拢，无论啥物人算起，李登辉嘛是，伊嘛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即卖马英九嘛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这个国家已经灭亡去啊，走去别个人的土地。敢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迄个希特勒甲规个占领。法国的一个将军叫做戴高乐将军，哦，带一挂公告人员，哦，军公告人员去流亡去伦敦。你若流亡，绝对是一个迄个所在都一个都市。啊，你来看，法国流亡在伦敦，同款，当时韩国伊流亡政府流亡在上海，伊袂使讲，迄个韩国流亡在中国袂使，法国嘛袂使讲伊流亡在英国，敢若会当讲法国流亡在伦敦。像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都袂使用流亡在台湾啊。OK， 过来，台湾退出联合国，这句唔对，要改啥？这个是算掉一半啦。好，我另外解释，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所以。等于讲，我从来毋捌入去这个房间吼，比方讲一个房间，我从来毋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你看到我为迄个房间行出来，为遐摕出来，迄叫做看到鬼。我拢无入去房间，你会看到我为遐行出来。台湾从来毋捌加入联合国，啊，台湾哪会退出联合国？这是句唔对嘛，吼、哦？是蒋介石的代表去用赶出联合国。这是
你那个2758结语文哈所讲的，是蒋介石的代表。现在讲蒋介石代表，就是迄个时阵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是中华民国蒋介石派代表去坐伫联合国迄个桌啊，吼，该伊啊，啊，即嘛全世界拢承认蒋介迄个毛泽东的代表，毛泽东代表中国这个合法政府，所以话毛泽东派伊的代表去坐伫迄个位，啊，所以唔是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啦，因为中国 China， 无论你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只要你若合法，经过很合法的程序，哦，还是你因为政变，啊，人个国家若要改成，哦，安尼就可以，所以就尾啊。因为毛泽东把整个整个中国大陆拢占领，蒋介石离开中国，走来日本国的台湾，所以当然大家都要来承认毛泽东较有代表性嘛。伊管的土地啊遐宽，人民也遐济，蒋介石敢那带，然后200万人，诶，军功教阵的走来台湾，吼，哦，是美国迄阵硬甲停，吼，哦，唔太会当会冻到1971年，哦，就是1971年。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啊。过来，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啊，这句唔对，安怎解？对一句个，安怎讲较对？敢知？嘿啦，含中华民国断交，我怎有咧讲啊？那好康的，就拢用中华民国名啦。啊，那咧断交吼，就拢台湾啦，安尼啦。啊，台湾人讲讲，好哟。咱本来跟美国作好，啊，即马伊无爱跟咱好啊，所以跟咱断交，讲跟台湾断交，这种错误啦，吼，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啦，吼。好，咱讲中医，中医唔对边个解？你个想讲你做囡仔时阵，咱拢去看啥物医？汉医啦，嘿啦，爱改做汉医啦。你佫即卖日本，日本人嘛有汉医呢，哎，伊嘛只要用汉医。啊，咱做囡仔时阵，中国人拄来，还袂改做汉，改做汉医的时，哦，还袂改做中医时，咱迄阵拢讲汉医嘛。咱来看汉医诊所有无，食汉药有无？啊，即卖国民党来开始去古早迄个，因为日本人讲汉医，所以国民党政府就袂爽啊，就要甲汉医去日本化。所以中国人来了，把日本的迄阵伫台湾起一关五座当作起的日本式的这个建筑物，我拢足水哦。你看即卖总统府是毋足水？台北宾馆有无？迄个在总督的官邸。哦啊，迄阵的日本起的银行，因拢是欧洲巴洛克式的建筑，拢是厝顶有个是拢用圆拱形的有无？条啊拢圆的。你甲看即卖中华民国，你出去看，到即卖哦，中华民国训练出来建筑所砌出来厝，拢是直线条的。你即卖若搁出去，你甲看，是即几年啊吼，即正十年较有小可变化，有尖厝顶的吼。我较早厝顶拢平，啊厝顶平有一个摆厝，你若三楼透天，啊就拢会搭梯厝变四楼。啊你即卖建中讲话，若三楼无够，来即卖起四楼透天。四楼顶外，搁搭一个梯子变五楼，啊，所以建中讲啊，那四楼起四楼不够，我来起五楼，五楼起了，搁搭一个梯子，奇怪，那迄个中国系统汉民族来台湾管，台湾人拢走钱去，拢会一直搭违建，全台湾违建钱来遐济，日本时代咧管台湾无违建咯，那么现在中国人民来台湾了开始有违建，大家数过看嘛。就迄个国家来，迄个人拢无咧遵守法律啦。日本人甲咱管五十档，教咱三项物件，咱台湾就脱胎换骨。第一守法，第二守时间，第三守信用。咱讲出来的话就准准，阮爸因迄代定咧讲，讲出来答应的较惨死，就是爱做较到，因为我人格嘛，言而有信嘛。你若做袂到，你就莫讲个。讲到遐伤势嘛，吼、哦，
所以呢，讲出来就爱做较到，免写契约，我答应你就是，就安尼对对啊，无像中国人来了，爱写契约，写一本写到到，佫出代志，哦，这就是信用。休息，日本时代火车咱拢讲上加万分，哦，国民党来讲误点，一万一轮间含误一个小时是差六十倍呢，对不？啊，你就知影讲，安尼误差偌大。修法，大清甲咱管212栋哦，无啥物法律啦，都看迄、那个，哦，迄、那个馆长和迄个馆老爷欢喜，有钱判死，无钱判死啦，哈、哦。啊，像国民党来遮，咱台湾人有准加出一条迄、那个，迄、那个谚语哈、哦，法律千万条，卡输黄金一条。你若要甲判罪，啊，着送法官黄金，重判变轻判，吼、哦，啊，轻判变无罪，安、啊、尼。所以法律是咧替因咧服务，讲要安怎收钱。所以陈宇来台湾，伊咧演讲是讲，我们来台湾不收红包，伊伫中国拢咧收红包，伊想想要来遮。想讲看会当改一个形体，讲卖收红包。但是你看因穿来中山装，中山装有无？遮落地啊，遮落地啊，爱落地啊，佫会伸缩的呢。伊有扣颈吼，像迄百褶裙佫种，若伤侪底甲会碰来。无想讲咱遮落地啊是死的，钉的袂碰。吼、哦，咱台湾人迄阵毋知啥物叫做红包，嗯，你咧讲个红包是啥物啊？毋知影，因为日本人伫台湾咧做，无咧收红包啊。所以台湾听无，尾下去办代志，他也拢办袂过。哦，到尾啊，有人甲托头讲，你要装红包？什么叫红包？就一个红包的袋子里面要塞钱啊，啊夹在公文夹里面、文件夹里面送进来啊。我那上个就过啊，哦，开始大家知什么叫做红包。所以汉医吼，伊若讲要讲中医吼，伊甲咱改个中医，就用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所以。他们的医生叫做中医。啊，那万一这个国家吼，比如中华民国吼，迄阵啊，迄个卖讲毛泽东个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讲有一个姓吴哈，很夸张。越王勾践啊，吴王什么？对，夫差啊，怎嘛？如果那讲是一个姓吴国家吼，改做啊，都要变做吴医哦，都要无医，啊，对不？无医，大家讲就无医啊呢吼。啊，阿仔去看医生，天气怎啊讲？天气无医啊。哦，好，雷公拢讲歹人，咱台湾人定咧讲一句，我国民党来，我话即句话袂准啊。啥物原因？你敢知影？雷公拢讲啥？你讲拢讲台湾人啊？啥物原因？你敢嘿啊？对，做田。你敢捌食到中国人来台湾种米互咱食？你捌食过无？毋捌嘛？因拢带军公教人员，无带农夫来啦，有无？伊嘛无炸土地来，讲要来遮炸土地来遮布丢啊，土地炸袂过来。所以拢等台湾人咧布丢啊。种切啊，下做米，佮拍甲打打，咧交农委，佮交送去边遐互因食。啊，因遮个公教、军公教人员，那咧落雨，因伫眷村咧创啥？包水饺对无？咧拍麻雀对无？你讲他讲也对。啊，咱个士大人着爱去巡山水，破水路无个吼，啊是咧顾讲看卖哦，大水冲，那溪边个惊要大水冲个。所以罗太阳罗嘛是台湾人出去咧做啊，黄马青人嘛是做啊，啊所以你讲来讲拢讲了台湾人，对不对？对。好，过来，咱卖吼，无知当幸福了哈，把无知当幸福。恁若还袂来上课吼，我想恁若来遮上三工，你回去你就会思考。我台湾人用糟蹋安尼吼。我要安怎来
替咱台湾出一口力吼，到出力来甲国民党因都甲赶离开台湾。啊，你若毋知影好了了，逐工来唱卡拉 OK， 那退休的遐军公教遐人吼，因拢足少年来退休啊，吼，像要做兵的，你若二十岁做兵啊，做比如做义务当队当退伍，吼，啊做老师的同款，啊，你啊越退休，当你啊八九成。哇！因生活足好过啊！哦，你若做老师，比如一个月6万块，退休落来阁有5万块领，逐工嘛趁落来，就咱只台湾对了，要一日游、两日游拢会当去。啊，伫公园哦，跳迄个什么健康舞蹈啥，拢有迄款人咧享受，足好过。但是你若来遮上过课，你就知影讲。你爱咱来替所有的别个台湾人来甲叫起，哦，咱直接学的吼，咱爱出力爱用。啊，我要先介绍讲，咱秘书长出这本册，这一定大家爱买。这本我甲奉称为台湾民政府的吼法理的圣经，所有的台湾有关台湾的国际地理法理，哦，甲历史的真相，拢伫这八九成拢伫这本内底吼。那么你若买，今仔买，啊明仔秘书长过来要发国旗之前，美国国旗之前，你会使提予伊签名吼。那民政府之前，你要叫伊签名就困难啊吼。趁即摆还阁较秘书长还阁有时间伫遮甲恁上课，后摆伊无时间甲恁上课啊吼，可能伊就爱斗换咱的当民政府的指导一寡事务啊吼。所以。我也嘛爱佮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两个兄弟啊吼，古早两个兄弟啊，啊伊阵无闹钟啊，啊伊两个咧胎低，所以透早若看啥物人先醒着叫，哥哥先醒着叫弟弟来，弟弟起来胎低，啊若弟弟醒嘛讲啊哥哥来，咱起来胎低，即马两个胎二十几年都差不多后壁五十岁啊，迄个兄哥说，觉醒讲啊，我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无爱过太低啊，就要念经、食菜、拜佛安尼吼。啊，阵剩弟弟咧抬，维持两个开销安尼。啊，阵无闹钟嘛吼，啊所以我哥哥若起就叫弟弟起来，来弟弟起来抬低，啊弟弟起来，啊哥哥起来念经拜佛。结果百岁以后吼，两个人拢死啊，哥哥下地狱，啊弟弟上天堂。啊！这哥哥去到阎罗地府抗议，我拢食菜念经拜佛呢，那我哪会下地狱？阎罗讲，啊，你都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你是毋是逐天再去起来哦？你拢叫恁弟弟去抬地？有影对，对，无怪啊，所以你爱下地狱啊！啊，人恁小弟吼，怀着好心做坏事，好事啊！你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人伊。叫你起来念经拜佛，对不对？啊，对，不会讲，哎，所以，所以恁今仔有法度来遮，你爱感谢，甲你介绍讲来遮，报你来遮上课的人，他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吼、哦，怀着好心做好事啦，歹势歹势。但是若有你的，我那好朋友哦，哟，莫你莫去，嘿，台湾民政府迄是诈骗集团。你唔好要骗你，哦，冇迄款人哦。无，阮早期，阮迄人介绍时，有只边仔就有诶讲，走来阮蒙头讲，你是头壳发烧，歹，他有可能。啥物台湾是，还阁是本诶，还阁是本天皇诶，有人安尼啊？哦，啊有诶就甲伊动，哎，你好笑啦！哎，你冇听伊哦，你冇要台湾民众怪，啊，啥物还阁交钱，还阁遐上课，你冇要怪。伊敢有资格来甲咱批评台湾民政府讲咱是诈骗集团？伊敢有来遮上过课？伊若来遮讲上过课，啊，真正讲感觉阮用骗伊，安尼伊开讲讲，安尼阮无会讲。伊拢毋知头，毋知台湾民政府头尾伫咧创啥？伊若有资格讲阮是诈骗集团？好，所以那迄款呢，迄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动力要来替咱台湾人做这个正义的代志。咱今仔日遮咱是正义之师吼，咱是要为台湾找出路吼，要
予咱台湾来当恢复大日本国吼。啊，真侪人讲啊，我是无党无派啦吼，讲假清高，啊，恁咧政治拢咧插一寡迄垃圾代志。但是咱知影政治是咧管众人之事的吼。不碰自治者高尚，但是政治是公共事务，你无插，就是别人替你插，别人替你决定，吼、哦。像较早，咱个代替，迄是二十几年前吼、哦，要改做食电个，较早拢用香火炭，也是食柴油无？即摆铁路要电气化，啊、哦，迄阵就。专家，哦，拢咧专交通的专家研究讲，咱应该学日本，人日本早四十年前，咱就高铁啊，有新干线啊，代替照常我走，咱另外开一条新的高铁，哦，你若要走较紧的，就走高铁啊。但是迄阵国民党政府就无迄个国际观啦，因为讲无需要啦，台湾短短啊四百公里尔吼，啊都。铁路电气化得啊，啊免阁行拖团呢，啊免走柴油总是有污染，无眼光啦，吼、哦。啊，原来就是咱台湾人拢放哦，差不多国民党的系统咧管，迄阵还无民进党，吼、哦。所以你无插政治，人替你决定要开，无要管你开这个高铁，咱的高铁是阿扁的时代，吼、哦，较做好个。我迄阵阁要用啥物欧洲的系统，啊！国民党有一个中华高铁嘛，中华高铁到尾也就是讲，因要用欧洲、欧美的系统，啊！因有讲给空想，所以敢若硬要做，啊！是尾仔李登辉甲决定讲，啊边啊因这个系统甲决定讲，咱日本的高铁，因的新干线运转了三十年，拢无拢零事故哦。到尾有一届是。就是吼，爱淋巴吼，山部需要得外病吼，淋巴要带病，啊有一只牛吼，在位啊经过，坐伫个轨道，迄个迄个新干线甲弄着，哦，日本隔天头条新闻，打破纪录，本来是零事故，迄个发生代志，吼、啊，还是迄算天灾，吼、哦，甲牛祸，唔是人祸啦，吼，迄只牛走来。哦、所以不是人的问题、哦、所以日本那个系统很好的、哦、那么现在台湾这个高铁常在出事情就是这个什么转车机那个说不知道法国还是德国的、啊、他们来欧洲的东西来到我们东方这里、哦、像水土不服所以才会出事情、哦、好那现在来说为中国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敢不听人家你闽南讲，你算什么东西啊？咱那么讲安尼吼，对吧？所以不是好东西啊，东西就是不是好东西啦啊，咱知无？啊，为遐来啊？我即摆先介绍就讲，咱台湾有出产金蕉、甲山啊，吼、哦，这日本人拢做爱。台湾金蕉香，哦，佮甜，啊，山啊嘛是香佮甜。那么你把咱台湾的山啊、金蕉，你若加消费厦门、哦漳州遮卖不到好价钱，啊啦，啊因遐嘛有啊，因若出金蕉山啊，啊佫足俗个，差不多咱的五分之一的价钱尔。哦，咱在台湾一斤五十块，因遐差不多好代表十块。啊，你五十块的物件要运费到，还佫运费，还佫管理费，人因免啊，因家己想咱慢慢就上市啊。所以咱拢卖，咱贵，因啊因的水准无高，也食袂起，所以无人会甲你买。你遐物件下较歹，下较烂。但是你咱若甲金蕉山啊，甲送去东京卖，咱才卖五十块，上少会当三倍至五倍价价，吼、哦，会当卖百五块至两百五十块价价，安尼有钱赚对无？同款日本的苹果来啊，因若运来台湾卖，嘛是三倍至五倍价价。会赚钱，所以台北市你话这个卖叫做啥物？南北货，对不对？高雄咧卖，三丰中街咧卖，嘛是叫做南北货。
无人咧卖东西好啦。哦，所以唔该，我讲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啊？你也别别趁钱，哦，对不对？无人咧卖，你讲你算什么南北？无人咧卖吧？啊，对不？好，咱来看。啊，为中国来第一，我就对这寒流吼，我定感冒，所以我为中国来这寒流，我足感冒的。哦，对吧？有够感冒。第二个沙尘暴，有无？这十几年前开始有，较早无。啊，尾下在找讲啊，是安怎才会较早无？啊，十几年前开始有，即个毛泽东创的啦。毛泽东时阵反苏修有无？哈、哦，苏联咧修正共产主义，啊，伊反苏修，啊，伊想讲。伊要超英赶美，无要搁对于这个苏联老大哥啊，所以去人民公社啊，这个创这个土法炼钢无，用陀螺啊，啊叫人民公社哈、啊、村庄边啊遐树啊吼，拢撮着来做茶咧行，讲要炼钢土法炼钢，啊一挂树啊撮了了，哎树啊是会当水土保持的，你甲撮，哎树啊死吼。树根若烂，本来根是把土挽掉了，啊，树根若烂，几十年后开始烂了，啊，就沙漠化，好无？啊，若东北季风飞，就飞来到咱台湾，所以有这个沙尘暴吼、哦。啊，这对支气管若歹的人，哦，都做到发作，有诶气喘，好无？吼、哦。啊，这就是毛泽东诶杰作。吼、哦，毛泽东阁有另外一个杰作就是。迄阵，因咧定饥荒，枵死人。啊，地方个官员拢甲长官报告讲，拢本来我拢种甲土，生足侪稻穗足饱个，拢许畜鸟食了。毛泽东下令讲，好，来，所有人如分做三班制，一个八点钟，当天生活拢查出来功劳啊，卖互迄畜鸟来食稻米啊，卖互休困。因若飞来遮，遮空空空赶走，啊，飞遐遐咧空空空。遐只要三工哦，无物件好食，无所在好歇，拄啊歇，人有来赶空空哦。三工拢大家拢枵，两脚拢落落来涂骹，拢用捡过去香蕉把食了了。哇，过年个稻米生产佫降减一半，愈惨，什么原因？遐畜鸟伫生态链内底是原来一个真重要个成员。你稻穗成熟，伊佮你食寡。迄稻穗一礼拜、一两礼拜来，你来收割了，伊无当食。剩的，一年54个礼拜，剩的52礼拜，即个畜鸟要食啥？食遐昆虫啊、遐害虫啊、毛毛虫啊。啊，即马过年你稻啊播来，哇，毛毛虫出来，甲稻啊拢心拢食掉，迄叶啊拢食掉，稻啊发袂开啊。所以毋爱欠收，佮减愈少，佮枵死愈侪人。啊，即个毛泽东。做天才啊、哦！来，过来雾霾嘛，即三五年才开始有诶，好无？啊，即就是像咱台湾早期国民党来嘛，敢若讲叫咱拼经济，拼经济，一直开加工区，一直开工业区，好无？啊，拢是人先进诶国家无爱生产诶，足有污染、有毒诶气、毒气诶吼，拢授权，拢落订单，互台湾人生产。包括糖，咱这有一个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无，伊生产电子的这些零件，吼、哦，电器用品，这间是本来是美国美国无线电公司这做大间的吼、哦，结果伊污染的物件，伊把迄个污染的水吼、哦，用莫达，甲泡入咱地下水里，啊，所以附近遐的人，包括员工，食了毒水，即马拢在家己拢得癌症。中国，伊是哦，差不多30几年前开迄、那个邓小平哈、哦、改革开放，互沿海遮城市遮省份，拢开放互全世界国家你要甲投资，来者不拒，伊也无咧管你迄来遮生产污染的，拢来伊拢接收，所以因即嘛产生足侪毒气，再各种化学毒气，哦，而且烟尘起来。造成雾霾，啊！即若东北季风飞来，哇！咱台湾可以收着，所以吼、哦，咱
住伫这罗马国家的边有够衰啦，吼、哦。啊，即款毒吼，你若处理得了肺部不可逆转吼，无药啊医吼。所以即摆有啊，敢若一两个月前，北京咧开迄个 APEC 领袖会议啊，结果整个北京市雾茫茫，拢看无吼，差不多五十公里去都拢看无啊。啊，迄就是拢规个拢雾霾，啊，你住着拢有毒，所以共产国家敢若有一个好处，专制、强制。伊下一个命令讲，伫开会前一礼拜，甲咧开会即个时间，所有的北京附近的工厂拢停工，啊，无工厂迄个烟出来，吼、哦，迄工迄几工啊，迄个北京是蓝天的，吼吼，所以人遐记者那个。讽刺甲揭讲哦，这个叫做 APEC 蓝哦，就是这个讽刺啊。再来郑成功，原来也往那摆物件，你听我解释，他成功我们就失败了，安尼知你知无？1624年哈、哦，我这个380几年前哈，伊、哦、这个荷兰来台湾。所以荷兰有进口足侪好诶物件吼，咱昨讲诶遐个侪物件拢荷兰迄阵印入来，因为荷兰迄阵是海上强权国家，全世界咧走咧走找好诶物件，咧找新诶品种，然后好诶品种伊就移入咱台湾，好种安尼。当迄个同款诶时间，原来1624年，荷兰人去占领美国，哦，迄阵还无美国了，纽约、曼哈顿。改下开一个广告，叫做新的阿姆斯特丹哈、哦。荷兰伊本身有一个阿姆斯特丹港，啊伊搞对吧？开迄个新的港，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结果你阿想，到尾480年哈，380几年后，这个曼哈顿哈，这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先进哈、上富裕的一个大都市。啊，咱安平呢？安平到尾啊，荷兰人来二十几年了，就迄个郑成功甲赶走去啊。啊，郑成功也无带啥物新的好物件来，吼、哦。所以咱较早捌听讲，一户二落三房家，对无？有啊。伊第迄阵第一名呢，啊，即摆呢，即摆六都伊输台北都，输高雄都，输台中都，伊排第四个。敢若带台湾这小小所在，伊要拼第一名都无。纽约是全世界上大的都市呢。你看，那卖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哇，咱的台湾上大的都市应该台南、安平。所以郑成功吼，伊成功，咱就失败，对不对？如果迄当时呐无荷兰人嘛，无要赶走，一直来到今嘛安尼吼，咱台湾人跟荷兰人混血，啊，你知混血？查甫的缘投，查某的水，对不对？啊，混了到的吼，啊，混四百年，咱大家达成拢安尼，接管拢百倍以上，啊，拢红头毛有无？咱昨日讲阿蒙国吼，阿蒙番、阿蒙头有无？啊，大家鼻啊嘟嘟，目睭搁落落，啊，那开放观光的阿拉个来，大家拢听到哦，拢特身拢遮大身，拢爱安尼看。啊，佫拢讲荷兰语，也无讲北京语呢，拢听无呢。啊，这个不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对不对？伊就袂佫安尼讲啊嘛。人种无同，话佫袂通。啊，咱即马开面拢会通，无论闽南语、北京语，拢是迄边来语言。啊，所以咱许讲，咱是咱的祖先遐来。你看，恁拢讲闽南语，恁拢讲北京话啊。啊，你们不是中国人，不然你们是谁？啊，日本人讲日本话啊。美国人讲美语啊，啊你唔是中国人吗？无你喺咧讲中国话，咱要讲有时啊，咱像蹲店面咧，啊伊无想讲，咱袂晓甲回讲，阮是因为战败，啊你由美国派来，硬甲阮改变语言，啊这违反国际战争法。美国去占领琉球，敢有叫琉球人讲美语？无啊，敢有叫琉球人爱做美军啊？无啊，是中国。占领军来，那叫咱堪去做兵，佮讲伊个语言。咱爸爸妈妈，我是大人，因拢嘛讲日语个，
因同学会来，来修同学来修追，大家嘛自己安尼沟通下下叫。哦，哪卖中国军来，哪美军直接入来占咧，咱即卖大家拢咧讲日语啦，因为是大人讲日语嘛，囡仔落来拢对咧讲嘛，而且日语是日本国语啊，日本国嘅国语啊。哦，咱是因为被占咧，咱都要用改变语言。所以以前讲咱失败哦，哈，对吧？啊，台青制台，我都讲我含嘛，可能关212当波在条开一条路，纵贯全开未通，安尼有本事无？所以咱若看中国徛智慧时，咱拢最黑暗的时期啦。哦，212当咱是黑暗时期，当日本迄阵明治维新的清，无外久就变亚洲的强权啦，吼，亚洲第一名。规亚洲有法度拍美国的拄啊，咱大日本帝国啊。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跟大政治台同款，就是你若跟全世界比，日本敢若管50栋，咱的水准已经跟上海、跟东京，咱已经跟东京差不多啊。所以上海是迄种租界，所以有较繁华，但是上海。你包括陈仪来台湾佚佗吼，迄阵伊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发生的时候，陈仪捌来台湾佚佗。迄阵日本政府伫台湾管40栋了，1935年就带咱台北市办世界博览会，安尼有厉害无？中国阿强啊，一直到敢若2010年，佮办一个世界。那个上海世博会有无？办咱偌久？70栋、70几栋哦。哦，所以咱台湾是迄阵足进步的呢。结果，咱本来跟东京是，日本的东京已经平起平坐啊，台北市的水准啊，生活水准。中国军来了，中华民国来了，咱即马查日本，你若跟他讲新干线，咱也输人40栋啊啦。你若讲地下捷运，嘛差不多。差不多60栋。捷运台北市，那照讲，若一个都市，你若有60万人，你就要开始要做捷运啦。结果国民党就啊，我要反攻大陆啊，卖开遐钱，所以伊个钱拢开伫个军事费用顶管，拢饲，迄阵饲80万大军，所有个经费拢塞伫军方咧创，所以台湾无啥物建设，一直到。蒋介石死，吼，蒋经国起来，较开始有讲啊无，既然反攻无望啊吼，伊这个，因爸讲白贼，讲叫咱爱反攻大陆对不？杀猪拔毛，我讲了这杀猪拔毛啊，这才拄好吼。啊，即马新的国民党党主席，啊，即个月敢若22号。要选啊，干那一个选啊，一定是朱立伦对吼。啊，即马的因的行政院长叫做毛志国，哦啊，即马若要选举吼，民进伊个台派吼，那画一个口号，杀猪拔毛，哈哈。朱立伦这党主席，伊操盘党的选举嘛，啊，若要攻击因的施政的好歹，就是攻击毛志国啊。我拄啊杀猪拔毛拄好。那么，即句我开个改做啥？中华民国海台湾啊！伊若歹来吼，咱免讲北京语，免讲吼，咱就拢咧讲日语啊咧吼。啊嘛免互安尼糟蹋，叫咱去做兵吼。所以，真正中华民国是海台湾。啊，过来，哇，即粒臭石头啊！臭头啊！老一辈拢讲臭头啊，臭石头啊。老一辈甲阮讲，要知影讲国民党遮路遮无水准吼，去遮官庙讲，阮甘愿吼。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来牵到台湾啊吼，人伊广岛长崎迄两粒崩了吼，到30年后，伊重建就拢 OK 啊呢。嘿，咱台湾即粒臭石头。遗害百年嘞，到今要做伫当中，伫个学校内底呢，有无？啊，迄个咱是一挂思想，就是拢要教歹，叫人爱种哦，
礼义廉耻有无？四维八德，讲到呢，家己娶几个某，甚至家因老母讲为楼顶一二楼安尼拖拖楼梯安尼拖拖落来，所以蒋介石国恰要找因老爸讲，吼、哦，伊着对，吼、哦，对个妈妈吼，遮歹吼，因个因太太吼，嗯、哦，敢那毛夫人嘛吼，黑毛哈，啊伊尾仔去娶迄个宋美龄，着、就是又。伊后头吼、哦、有钱，啊，宋美龄迄阵阁水，阁遐讲英语，吼、哦，伊利用宋美龄去甲美国使呢，吼、哦，叫美国爱支持蒋介石安尼啦，吼、哦，所以台湾有这条臭石头，遗害百年哈、哦，所以这下拢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哈。咱来分析，是咱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威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这是伫。2004年10月2号，鲍威尔去北京访问，啊，记者咧甲问，啊，台湾甲中华民国即马到底啥物情形？伊甲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因为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咱毋是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咱无享有国家主权，啊。那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啊，即我较好，就是境外的国呢。就是美国人，你若要来台湾，你嘛爱摕美国护照才会当入来。但是美国佫用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咱台湾，会较紧张。美国要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无含咱台湾人参详，无招咱做伙去开会，做伙去拟定台湾关系法，无。啊，所以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依靠这个管理，哦，伊要安怎定一个法律来管台湾？哎，甲这台湾关系法定好，啊，交目前这个台湾治理当局代理咧管台湾，吼、哦。是毋是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第一，爱有领土；第二，人口；第三，政府；第四，外交权。好，那么咱台湾定咧讲，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哦，叫做台湾国，好。啊！你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哈。啊，有人口无？有啊，阮台湾人足济。歹势，恁拢摕身份证，拢中华民国身份证。恁是中国人，你也毋是台湾国的人啊，所以嘛无人。吼、哦，恁有啊，阮有政府。歹势，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你台湾人去组成的政府，对吧？啊，有啊，阮有外交权。歹势。中华民国，嘛，台湾国也无堪人去签建交公报。即马有邦交，中华民国可能有邦交，拢是中华民国派因的外交官去堪人签的建交公报。你台湾国也无派人去堪人签，好、哦，所以嘛无外交权。即四项台湾国拢无，免阿讲国家，看改成有啦，吼、哦，看改成后土地有啊，我搭这毋是土地吗？啊，有人我拢是台湾人啊！即马有一个政府咧甲我管啊，有无？我有23个小朋友过家，我、哦、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干皮啊，搁胖起，有无？讲到敢那有头有耳拢有，敢那像一只狗，有无？迄狗嘛，堪人作共啊，伊嘛有耳，鼻也有，脚有，手也拢有啊，只是毛发较侪啦，有无？啊，即马咱台湾国个人就讲，甲即只狗身躯洗洗。我那个穿西装，连裤带拍好，手牵来讲来，我坐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就安尼啦。感情用事，你还袂进化做人，对不？你就无可能去签身份证嘛。啊，你还袂变作一个国家，你就无可能去加入联合国嘛。你袂使像阿扁安尼，我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你若个人看都无爱，看爱退惊吼。来，伊讲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那这个逻辑哪会通啦吼？安尼呐，信耶稣的吼，拢以色列人，拢美国人。啊，拜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哦，所以这个逻辑未通。
过来，咱拢用汉字，日本即嘛嘛用汉字，对不？韩国嘛有啊，韩国较早因的首都阁叫做汉城嘞，哦。韩国人跟中国人唔是啊，日本人嘛唔是中国人，啊伊那些逻辑系统，安尼来用英语的拢英国人，菲律宾用英语啊，菲律宾跟英国人，唔是啊，哦。所以这逻辑错误啊，莫要中国人跟骗，嗯，你拢讲。北京话你拢用中国话吼，所以你中国人，莫要怪哈。那么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未来变怎？好，咱来看，因个陆海空军三军的司令部会裁撤掉，干那改指挥部。啊，本来是在15班呢，的兵力会增减到剩12班。啊，这头要等咱去执政吼，就头安尼。啊，这12班的人，咱民政会甲改做。岸巡、海巡，哈、哦，就是像美国的海岸巡逻队，有无？咧过台湾的周边的安全，哈、哦，啊嘛，甲专门做警察，哈、哦，做保安队，哈、哦。搞不好美国以后，安尼像日本安尼，讲啊，你个改做自卫队，哈、哦，完了有比警察较好的武力安尼，哈、哦。那么当时日本战败。由麦克阿瑟改伊个和平宪法哈，那么规定讲，伊日本无宣战权啊，无交战权，袂使有军队。啊，发1950年说发生汉奸爆发，美国甲驻在日本的军队拢甲调去南北韩战争，日本煞抗议，啊，即马着爱阁为美国本土阁调派新的部队来顾日本。美国尾啊，算无掉了，唔掉呢。哦，我甲你占领，拢爱我甲你开钱，甲你顾你个国防哦。啊，你甲你成立自卫队，自卫队是安尼来，吼、哦。伊袂使用军队这个名，吼、哦。好，那么无司令部、无陆海空军的司令部、纯指挥部啊，啥物人咧发号施令？就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伫夏威夷，吼、哦。伊来。发号施令给指挥部，啊，伊才来指挥下骹这军人。好 ，OK， 来，这是咱民政要执政的前，开始因开始咧美国跟中华民国开始咧吵哈。那么将来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军公教人员，爱撤去金门跟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我就当咧讲，因要来。偷渡来台湾，拢为咧平潭岛来哈、哦。那么今年啦哈、哦，海峡号平潭岛到台中港这个航线首航，为台中去到平潭岛坐船啊3分钟啦，伊这算飞艇啦哈、哦，好不好？这离水面了哦，好、哦，这咧走足紧的。过来，去年，今麦爱讲今年啊哈，今仔初二哈，十月初十海峡号。平潭跟台北港首航，还佫较近。台北港就是即个金山迄、那个八里游啊，八里迄个改做平潭，迄、那个台北港，即个较近。按家己联合报报系的电子报有预测吼，将来那去年、今年的运量也18万人次了吼。伊迄台船会当载760个旅客，240台车，吼啊将来。台北港会比台中港阁运量较大，安那？当时因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时，拢为基隆港登陆，所以拢住伫台北市甲台北县。遮个中国人、中国人民，就是伫台北县市上侪，所以为台北港出去的人会较侪吼。那么是安那？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过去拢想讲，台独就是阿强要敢拍，毋是？来，咱来看美国安怎讲。这是2006年5月份，阿扁也要访问中南美哈、哦。啊，这个，迄阵已经连任第二届嘛，第一任、前四任，阿扁也跟小布希吼、哦、配合了真好，常听美国话，因为啥物代志，差不多拢爱美国答应你才会当做。吼、哦，啊，迄阵美国发生9/11事件哈、哦，美国咧全球咧反恐。啊、阿扁也跟小布希配合得袂歹，所以迄阵头一届阿扁也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
脚步机来调羹啊，那个调羹个安排约会人机，等直接飞你美国个本土纽约啊。啊，伫纽约饭店，伫饭店外口就会等互阿扁啊落车去甘去甲欢迎遐台侨阿舅。即过去无安尼，拢嘛直接塞你到饭店个迄个大门口就入去啊。即个伫外口就阿扁啊，等甘台侨阿舅，即着足大个突破，足大个礼遇。啊，比较较早迄个。李登辉咧讲两国论，美国做袂爽，台湾袂使互你变成一个独国家，台湾袂使独立。我即日咧讲两国论，就是独立，所以美国特别甲安排，伊要去中南美访问时，飞行机互专机互飞去夏威夷，有无？你，毋是你要个本土，美国有50个州，48个州是连做伙，迄叫做本土。啊，有两个州伫外口，一个叫做夏威夷州，一个叫做阿拉斯加州。啊，即马李登辉也袂爽，所以迄阵个敢那伊个迄个 AIT 个理事主席去伊个飞行机顶，伊无爱落来住饭店，伊阵李登辉阵要我住到我飞行机顶落啊，所以迄个理事主席去甲要甲请伊落来吼，伊个拜访时，李登辉迄阵报纸拢报讲疫情困三困五，正对。美国来表达抗议的意思，但李登辉个咧切下就讲，伊是穿便服无穿西装出来甲迎接人，对啊，还是表示李登辉的愤怒了，对啊。啊，即嘛阿扁啊，第二任吼，就即届，伊就想讲，我无连任的包袱啊，我要行我家己路线，不爱听美国的，我要开始要行台独的路线，开始世界后边走啊吼，无要听美国的话，美国迄届就起膜拜。你要去中南美洲，你要中途要加油嘛吼？美国甲安排去飞阿拉斯加，迄、那个安哥拉治，以后寒甲皮皮出，哦，遐足冷个，哦，迄种零下差不多30度啊。就是伊计讲讲小布希无要听小布希个话，所以小布希也袂无欢喜。即摆去中南美洲访问了，要转来，美国佫甲安排讲啊，你赶快去冰天所雪地啊，叫原来路转个。阿扁也袂瘾，即个伊就袂瘾。毋过阵，迄个哪些个媒体讲，或者迷航之旅，毋知飞对，然后有一工时间碰见，结果是飞对，飞阿拉伯迄个中东迄个利比亚，去阿利比亚迄个总统叫做格达会无，伊派因囝去甲接，甲阿扁也接伊。哎呦，哪些媒体笑讲迷航之旅，毋知飞对。所以咱来看讲，迄个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伊讲的吼，2006年5月13日吼，迄个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佐利克吼讲，伊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的主要的官员。叫你率地甲台湾，嘛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哦，而且伊阁讲哦，来，我讲较清楚咧，独立就是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安尼四大军种哦，出动军队要创啥？那军队就是要烧钱的啊。所以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要甲咱拍，毋是阿强要甲咱拍。阿强啊，抓头抓尾无命，所以阿强无可能，伊嘛无资格发动。哦，伊若发动战争，即就变国际战争啊！因为台湾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啊，这是一个国家。你中国来拍日本国，这就是国际战争啊！国家甲国家战争的国际战争，啊，这联合国嘛爱出面来处理啊！吼、哦，所以，那么是安怎？美国爱来保护台湾？这都就是讲一个财产抵押伫美国手里，日本天皇的财产，台湾甲澎湖，因为战争的关系，无现金共赔美国的损失。你美军无代无志，你甲突袭珍珠港有无？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军的美国大兵死足侪人啊！美国的军舰许利用神风特工队轰沉有无？飞行机予你拍灾了，你免共赔哦，都人。头前个开车开好好，啊！你向尾后壁甲弄嘞，
爱赔无？就总讲咱唔是恶意的，咱就拄久啊，人头前红灯停下，你拢嘣下弄，头前迄个莫名其妙，我无，我也无甲你得罪你，搞拍，爱赔啊吼！这无解，你交通法规你呐，只要你后壁讲弄，保险公司拢绝对，就对方你也讲，你讲弄爱赔，后壁迄台车爱讲赔头前，无解，无其他路，因为头前赛车迄、那个。后壁无目睭嘛，伊也无看讲你，哦，你弄来啊，啊，所以日本迄阵战后无钱，然后赔美国的损失，所以等于把台湾甲澎湖当作抵押品，就敢若我跋筊跋主筊无现金互你，啊，我土地互你抵押伫你啊，所有权证互你抵押，真等于讲台湾澎湖的所有权证，等于要美国等于手里，但是敢有过户？无嘛。那日本天皇像琉球的模式，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讲，我会赔你偌济钱，你要甲台湾像琉球安尼还我。那美国开一个计较，日本政府若有在条行，咱就台湾返还模式，咱就去等于日本国安尼，咱就去等于咱就变日本人安尼。哦，所以现在，那么美国现在爱过这条，过讲台独代表战争，伊也可能派军队来。1996年台湾海峡飞弹危机有无？李登辉跟平民要选总统，迄阵第一届民选有无？啊，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啊，讲啊欺负民，封锁吉隆港甲高雄港嘛，讲为一个禁制区，这个范围内底我要刺下飞弹，所谓无人机啦啊，船舰拢袂过，袂使经过这个所在。咱去用红色呢，啊，这作危险的，因为咱台湾呢，粮食自给率干呐32%呢，至32%，你若丰收34%，欠收就剩32%，等于咱剩的6%，咱来进口牛肉，咱的大豆、玉米、杂粮啊进口入来，吼、哦，好无？啊，你若干咱丰收，咱的战备粮干呐6个月呢，6个月后，咱就无牛肉了，咱就剩。很生产的三成，等于本来咱较早一工食三顿，即马干那剩两食一顿，一顿然后以后大家讲也起不平啊。咱就国内有咧抢粮食的内战啊。所以1996年美国先啊克林顿咧派航空母舰出来搞，就是即块我的，我袂使要阿公退啊。嘛等于讲我即个手表我摕来当店当，吼、哦，当三个。那么这三个月当点要把这个表过好啊！像日本天皇把这块台湾朋友这块土地当入美国手里，你要过好啊！等我有钱，我要赎回去啊！你当点你把表过好三个月来，我有钱的时候我提来赎回去，要来赎回去的时候，你讲无啦啊！我迄个被隔壁迄个罗马哦搞抢去啊！美国吼、哦，世界老大哥，世界的警察，伊靠可能帮台湾个朋友去用人退，去阿强个退。啊！伊就老大哥免做啊，就换老大哥阿强阿做啊，无可能嘛。所以毋过台湾若小到一个风吹草动，美军的航空母舰就一只就驶来。伊若驶两只，迄届1996年台海危机驶两只来，伊若驶一只来是间隔，驶两只来就讲来要拍要要拍来，伊准备好啊，要跟你战。所以阿公惊着讲救伊，台海危机毋过准消伊。咱知影啦吼。OK， 像那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嘿，咱台湾即几十年来受到美国式的教育，讲咱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啊，所谓民主就是讲，像美国安尼，因咧选州长也好，选州的参众议员，因伫咧选票内底拢会加一寡地方的公道的事项。连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拢买当公道呢？独独咱台湾，美国讲咱袂使公道，阿扁也定要创公道无？拢要美国动。到尾啊，阿扁也是有创一个，叫做迄阵2008年吼，哦，空四年迄阵创一个，迄个公投榜大选，好无？哈。那么，咱来
伊2008年到2014年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台上来做例啦，即个美国会惊就是惊伫遮啦。啊，恁台湾人读个拢用教教拢歹去啊，内底拢底做着笨手，拢还袂清出哩。咱今仔来遮上课，就是要甲咱国民党哦，即70年来，伫咱头壳内底放毒哦，迄个病毒，咱爱甲清出哩。啊，即爱较长期来清，毋是来遮三工两暝就清个清楚。所以，直接我介绍这本圣经，你一定爱买。哦，啊，另外我常咧讲有三本册爱买，这个第一爱买这个，第二本你爱买啥？那个被出卖的台湾，就是那些拄啊战后中国军来台湾管台湾的迄段时间，一个美国的大使馆的副领事哈，伊伫台湾所见所闻所写的记录，我这拢。真实的，哦，这不是咱台湾人家己写，这是客观的第三者写的。啊，你看，你就绝对，你会愈爱台湾，会愈分开讲是啊，咱台湾遮悲惨的命运，哦。第三个，一本册你爱去买，哦，这不是讲我爱讲宗教，就是一本圣经。是啊，欧美的国家因为遮强，跟这本圣经有关系。这本圣经是销售量全世界。出版版本国家还是语言出上侪，啊！这全世界最畅销、上好的一本册，咱无看做无菜。迄内底有足侪科学根据甲管理，哦，像后壁国家会遐强，尤其你看以色列，一日仔惊人吞食伊吞袂落。像美国遮强，哦，伊嘛是大部分美国人拢信耶稣、信圣经的，哦，所以这本圣经。无论你是啥物宗教，你拢需要去甲读看嘛。内底有足侪足重要的一款，即个民权思想也好啊，吼，主权思想、甲人权，即种足重要，包括科技的吼，的讲法。较早，伊讲一个童女玛利亚会当生囡仔，咱拢认为无可能。无看查甫到底哪会生囝？袂啊，你看，咱头二十几年前、30年前。发展一个叫做试管婴儿吧，我女孩子免结婚啊，我就来买精子婴儿买来，我助力我的卵子生出来啊。伫阿未有试管婴儿进前，咱都讲哎，先跟骗啊，后尾童女玛利亚无堪查甫会生耶稣出来，哎，好笑，好，迄是咱头壳还无够呀，咱的科技还袂够呀。你看，差不多30年前发明这试管婴儿了。哦，原来真正免嫁人，原来这样生囝吼，女孩子。啊，伊当无啊，互咱公道就是讲，美国足惊讲，万一你若公道，啊，像安尼结果无？通牌卖研究，2008年跟独牌下中庭，你甲当作公道，咱去该输200万票。哦，2012年。通牌慢球跟独牌小鹰迄阵三只小猪气血有好无？吼、哦，大家拢家己钱当啊摕去抬，哦，破地公去关哦小鹰做竞争讲竞位，哦，气血有较好，讲啊稳赢，结果咱嘛还输80万票。这两届你若甲当作统独公道，咱输呢？转者讲，啊，恁都按怎要跟阿强啊统一嘛？这对美国来讲，足大的伤害啊！踩到美国的红线，好、哦，你若统独安尼，你若真正公道，统独公道落，阿强啊，解放军排了，美国煞无师出无名。恁台湾人选择我尊民主，会选择我爱遵守恁民主投票出来结果了，对不对？美国伊若要讲，伊是以民主的立场来讲，伊袂使出兵来管。恁要跟阿强啊，恁台湾人要跟阿强啊合作的，所以莫怪美国挡袂使公投。啊，阿扁也讲讲，要唔知台湾人，恁若投拢输吼，台湾就去了了啊，吼。那么像咱美国要来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吼，咱秘书长有讲啊吼，还佫发41万份的这个身份证，啊，这是美国甲咱规定的基本的功课啦，吼。你这两项若达到，安尼就会当甲美国要求讲，你啊监管交出来，交予阮台湾民政府，予阮
台湾人主地，台湾人家己管家己哈。那么是现在爱四十一万，就是讲你起码爱有台湾人四十一万的人啊。这四十一万人来签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身份证，代表你正港台湾人。啊，无你咪有官员，啊无人民，啊这嘛唔对啊哈。啊，即个拿来签身份证，大概拢认同咱台湾民政府头个较清楚哈。那么，即个人出去做，像类似种族交换，各类团，可以招较侪人来做台湾人，吼。我即卖外口全中国人咧，吼。大家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吼？啊，甲有啥物迹象？真侪人讲，美军占领台湾，我拢无看到美军。来，咱来看伊的法律啊，甲迹象。第一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吼，伊发布的。1945年9月7日，这个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这个一般命令哈。在1945年8月10日，由迄阵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哈，这个密苏里舰顶管日本的受降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日军投降，跟缴械。先生命令，因为迄阵所有的盟国的统帅，上大的统帅就是这个杜鲁门总统。那么，因所核准了授权吼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争的统帅，啊，蒋介石就自己中国战区的统帅，所以这个命令是高阶下命令给蒋介石，代表。盟军来接受在台日军投降，因为迄阵美军也无遐济，像哦日本占领所在遐济岛航，哦遐济小岛，遐济土地，美军要派出去，我就派无人出去，啊，就就近要求蒋介石来代表盟军来接管台湾，甲平和，哦，就是安尼，这有一个法律的命令，哈。好，过来，现在美国有法度派命令出去，因为。攻打日本台湾的征服者，单纯是美国嘛，所以伊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可比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一号，来电规定，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啊、哦，北韩，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是向苏联军的远东军区总司令来导航。头前有挂一个国名叫做苏联，这是一个国家哈、哦。但是你看，互蒋介石头前无讲中华民国蒋介石，无挂国名，啥物原因？迄阵命令北纬16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还有台湾跟澎湖是向蒋介石元帅投降，无写头前国名，啥物原因？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政府，啊，唔来要叫上，啊，美国跟中华民国迄个国民党政府，吼、哦，算同盟，所以派伊，但是袂使头前袂使下中国，因为迄阵有重庆的，吼、哦，讲迄个中华民国这个重庆政府，啊，有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有无？汪精卫南京政府，搁一个满洲国，吼、哦，所以我都敲国名，敲伫顶管，吼、哦。过来，咱来看旧金山合约，1952年4月28号生效。第二条，美公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壤。第23条 A， 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相对的中华民国。啊，蒋介石政权就是次要占领全国，较低，啊，这个日本当然是包括日属的台湾哈、啊，日本对日啊，美国对日本，这个日当然包括台湾嘛，啊，过来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拟定，佮跟迄阵的同盟国或者一些国家的协商，拢是杜勒斯的主导佮分配，啊，这个杜勒斯是迄个美国总统佮聘任的协商特使，啊。要跟这五十一个国家在协商，哦，这真大的工程。
要头壳爱足清楚，法律爱解清楚呢。哦，这个杜老师也跟台湾啊算真有缘。杜老师的阿公就是拟定马关条约、下关条约。哦，啊，杜老师哦，这么一届孙就来拟定旧金山合约。哦，啊，这国际条约哈，这爱足专业、足深的哈。那么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4月7日订立 生效，但是它受到追溯到1月7日生效，什么原因？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下令给蒋介石、哦、那么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刚才那个一号命令要等在那里，等于失头，所以美国要赶紧通过他们的国会参众议院来订立一个台湾关系法、哦、这是美国国内法，刚才说的美国没招我们台湾人去参详，就自己在参众议院就订出来通过高票通过、哦、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这个权利和义务来订立这个台湾关系法。我们从来没听到说有其他国家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都没有，而且伊要带台湾实施台湾关系法，嘛免甲咱参详，就会将进行带台湾实施台湾关系法哈、哦。好，啊，咱过来看讲，选了美国，哦，伫1982年，美国总统雷根爱对台湾发布六项保证，这就是当时美国要跟阿强啊签一个八一七公报，哦，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那么这个。迄当时造成台湾人，包括伫台湾、住伫台湾遮中国人，足大个惊吓。因为迄当时1949年，就是美国发布一个对华白皮书。1949年迄阵拄啊国共内战当严重个时阵，美国甲迄个对华白皮书发布，迄内底文就基本上就是讲，美国已经放弃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兵败如山倒。一直败退，准走路来台湾。同款，即件，伊若要签八一七公报，即中国人伫台湾，即着烦恼啊。讲阿王可能爱搁流亡啊，台湾美国要放弃安尼。所以阵造成民心士气非常不安，所有台湾的好家人拢咧卖土地卖厝，要移民出去。蒋经国迄阵着透过伊迄个。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拜托要求，哦，你来发布一寡保证吼，来安定台湾民心，哦，啊，无迄阵规个足动荡的吼，啊，所以雷根就阵来发布这个六项保证，啊，咱来看伊雷根讲啥吼，伊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这种对台，这个台都已经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简称台湾，哦，简称台，哈、哦。过来，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哦，这个拢咧台湾讲台湾治理当局，哈、哦，不是台湾人哦。不是卖武器给我们台湾人，不是哈。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哦，因为真侪住伫台湾遮，无论台湾人也好，中国人，拢讲是台湾关系法一定保护台湾，哦，而且确实有影。过来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表示这个土地唔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吼、哦，你美国直接就甲否决掉、哦，所以安尼，这个六项保证讲了到底，台湾的心较安了啊。那无要修改台湾关系法，吼、哦，安尼就是照原来继续保护台湾。所以，什么人在保护台湾？美国呢？不是因中国人在臭屁哦，我拢徛卫兵，我咧顾台湾。
袂见袂少，连古林头战役拢嘛，咱台湾军去战的，你知？古林头战役就是国共内战，啊，阵拜头，剩沿海个剩金门马祖，吼、哦，啊，阵蒋介石知影讲，伊若阁用旧的系统安尼去战，金门马祖一定用退，迄个阿强个退，所以伊拜托日本的将军。关东军伫这个东北那边吼，含共毛泽东的共军有些小战，也根本拢拍赢。日本的关东军的将军叫做根本博将军，包括叫拜托伊找一挂伊的遐幕僚吼，遐参谋作为入来台湾，佮伫蒋介石掩护之下入来到台湾，佮改名改做林本源。佮穿中华民国军装，吼、哦，去到金门，重新拟定战略，吼、哦，因为现在比迄个国共内战，国民党拢会输，我当讲过啊，因拢共一个学校黄埔军校出来，你有啥物部我拢知影啊，而且毛泽东作里啊安排伊的迄个间谍伫蒋介石边啊，你有啥物战略？就点几样啊，上等的火，毛泽东知影讲伊要创啥物部，啊叫伊的司令官利用啥物部，甲应付，啊就拢拍赢。啊，即个毛泽东因迄边唔知影讲，哇，伊的参谋团队拢改啊，战略战术拢无共啊，所以，迄、那个毛泽东的部队为厦门万全齐发攻金门的时，根本部将军讲，何立先沿岸吼。简单甲应付甲囝仔拍者，你着紧撤退。啊，这撤退足正常，因为国民党会输遐紧，就是拢无战着撤退。听着讲阿强要来拍这个乡镇，伊着呾陷空城计，着先走啊。所以拢无啥战。国共内战是规个大战的尾啊，因兵败如山倒，规个士气拢降了了，着无啥战啊。听讲阿强要拍者，着紧走啊，走，做阵就走到台湾。啊，这个今嘛阿公阿用那亲弟讲哦，哎呀，恁走迄正常，我连要甲金门占啊，唔然根本我将军打开一个缺口，叫做哦口袋战术，弄个你入来，弄个你入来，来，弄入来上岸了，后壁卡迄个炮艇位后壁，伊个遐船拢甲放去烧掉，伊也无多退腾，所以到尾啊，这人建筑拢无共啊，因拍甲拢毁去，啊，他也。咱本来毋是桌顶，你讲啦，即刻他着铁棒，原因就是讲，即摆咧抗美小战，毋是国民党军，是咱台湾军啦。迄阵孙立人伫凤山遮训练咱台湾军，因为台湾人日本迄阵日本精神作物啊，吼、哦，即摆若八二三炮战，遮个人拢八十几岁啊，拢了日本精神，有受了日本教育，是中途尾啊差国民党教育入来。但是日本精神拢武术道的精神拢有啦，拢足有战斗力的。吼、哦，所以去到唔惊战，唔惊死。遐老外拢比咧在后壁，比较皮皮抓。敢若听到阿公来到软卡，免哪战，拢咱台湾军咧战。至于单日本人啊，所以古林头战是咱台湾人战，台湾人咧过咧替因过金门啊。吼、哦，所以做滴。八二三炮战死的台湾人，无有中国人甲咱照顾，甲咱葬于忠烈祠。哦，这着无像咱常咧讲的，咱比如你讲39,100的台湾军，伫靖国神社。所以咱从来毋捌听到讲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承诺，拄啊，敢若即个雷根总统爱对台湾六项保证承诺，啥物原因？绝对咱台湾。跟美国有相当的关系，就是咱这块台湾地是迄个美国占领，地下伫伊手里，吼、哦。那么台湾咧动荡不安，伊有责任，唔呐干呐顾国家这个领土安全呢，包括人民的生活，你嘛爱顾，所以爱有安定，所以伊爱讲六项保证，吼、哦。所以你要想，这个六项保证就是保证了规个。安乐呀，所以咱就平安度过所谓八一七公报这个
这个暗潮汹涌的这个不安定哈。啊，即我听你讲一个例，就敢若讲，你要叫一个女孩子嫁你，你若无予伊相当的保证，恁两个观念若无相当，伊哪要嫁你？啊，嘛有相当的关系了，两个发展到论及婚嫁，男孩子要甲女孩子求婚，就是恁关系已经足密切啊，较有机会开始来讲条件嘛。啊，你来嫁我，你若嫁我，我甲你保证，啊，我你对我一定幸福快乐吼。啊，生活无虞，过我逐个月每个月我予你五万块，予你买水衫裤，啊无五万块予你买化妆品，安尼，一定安尼甲保证，人毋爱要嫁你。啊嘛，一定有啥物关系啊？咱跟美国就是有真密切的关系吼。无人他来甲你保证，敢若法国人也毋爱来甲咱保证吼。英国迄阵呢，所谓世界五大强国，英国、法国、苏联，拢无来甲咱保证吼。好，美国核电的意义，动战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迄个总统吼。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啥物原因？啊，变啊，选到总统也无，唔免其他国家来个核电，迄、那个核电就确认讲啊，你会当做我伫台湾伫你当国家哦，做一个我的代表。哦，咱来看，两千，这都敢若讲，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传，迄阵拄开始。是美国用命令讲，啊，你会当去台湾替我管理台湾，用派，吼，派蒋介石，吼，尾啊，蒋经国，吼，啊，到尾民选，换李登辉起来，哦，即用民选，就是讲，敢若一间足大间公司，数字店的公司，啊，啊，伊伫台湾开一间分公司，拄开始为美国派总经理来管，尾啊，互恁台湾的分公司的人来选。新的总经理，后尾也选到李登辉，后来选到陈水扁，即马这个总经理选到叫做马英九，咧管理台湾一间分公司。但这总经理若做无好，下美国总公司会当甲换掉呢？拄啊像咱拄啊，比如你讲的菲律宾的马可斯做无好，贪污腐败，选举的时候买票。啊，所以菲律宾人拢抗暴去甲为伊个总统府马卡南讲，啊气局势作歹，阮当方政变拍死。美国讲来，你来坐我无人机，我甲你带来夏威夷。啊，马可斯看破，阵甲伊某叫做伊美代有无？阵做伙坐无人机，甲去带你夏威夷。啊，十几年后，马可斯破病死。吼、哦，对这来讲。马英九即马做甲遮烂，如果台湾人拢觉醒，像咱国语来遮上有觉醒个，然后有几啊百万啊，会去甲买台北市塌起吼，甲管治也占领，甲总统也占领，甲包起来。美国人讲，来，我派直升机来甲载走哈，同款，五分钟就顶甲载走，好。再来，咱来看。2004年3月20日，阿扁也动转，哪样去占霸占这个凯道有无？什么叫发生枪击案？阿扁也不当拍一枪有无？调枪迄个时阵，阿扁也就赶紧敲电话给连战，因讲，那么发生枪击案，咱明仔敢要阁算是毋是停止选举？啊，迄阵连宋第一个拆开输，第二个合作会。哦，因差不多讲有差不多60%的迄个得票率的评估吼、哦，想啊，这影响无大啦，总共65%，我嘛要55%稳赢，明仔算嘞，阮就要做总统啊嘞，啊算无要紧啦，我无意我讲输20000+票呢，26000+的款，我怎讲啊，拄啊输0.228有无？所以唔管啊，哪样支持者拢来霸占卡达格兰大道。啊！迄阵呢，连营咧等白宫的贺电，等几礼拜拢无落来，贺电拢无来，大家心拢浮掉，拢无落来。迄阵一礼拜贺电无来，中专会啊，拿军咧伫遐顾着，也无爱互迄个当前广告打去。所以阿扁也去甲迄个美国在台协会
理事主席，吼、哦，迄、那个叫夏新这个吼，甲、哦、要求讲，啊，你嘛，打电话到替我问，因迄阵算交情袂歹，啊，所以夏新有打电话问白宫，啊，奈好点无够，啊，白宫甲答应讲，甲回答讲，贺电已经写好啊，下伫桌，我白宫的桌顶，总统的桌顶，伫咧等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把那个当前广告打去，半点钟来贺电就会到。所以这个消息，那也嘛有透过外交管道知影这个消息，讲要打，那打迄个贺电点会到。所以动不了黄石成主任委去打，但是另一下就过去打，所以打去就是用拆去啊。但是今麦卡梅拉有连拍，啪有打去，那动作又翕个，传真去到白宫，贺电半点钟来到，这个贺电就会到。那也就自动溃散，这巴掌开到这些人拢散，伊怎讲无效啊？迄阵咧围迄个不好打嘛，客家规玻璃嘛拢破破，吼、哦。所以咱会当讲，爱等个好点搞，咱个台湾人个心才会落啦。迄就是讲等于分公总公司个派令，承认讲恁即摆新选出来台湾分公司个总经理，即摆叫做陈水扁连任，吼、哦，安尼。佫乱就无效，那总咱头家都讲要互伊做啊，你乱无效啊。哦，安尼就知影讲美国的核电原来做艺术的，吼、哦。好，过来咱看君主基地对比。好、哦，阿、欸、K，、啊、我是到五十分还是十点？十点啊。哦、好，来咱来看，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啊。哦美国底下有开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佮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吼、哦。过来琉球，迄个美国占领时，吼、哦，有加罗那空军基地佮普天间基地，吼、哦。咱这个2009年八八风灾，莫拉克风灾有无？是美国为加罗那空军基地塞迄个大只 C-13 栋的历史型运输机，载一挂洪水波来台湾。救灾哈，就是为加州那空军基地飞出来。过来，古巴的关达纳摩湾基地，比如下早有讲，美国加做99年，搁加99年。过来，咱台湾有一个美国清泉岗空军基地，好吧？啊，你注意甲看，这个基地，拢是许个美国军事占领过的所在，拢是因为战争，菲律宾甲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吼、哦，都割让出来，吼、哦。那么台湾跟琉球同款，拢是因为战争，这个美军托管，台湾是美国委托蒋介石哦来托管 ，OK。所以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美国若唔去？别人设计的，别人都不是一占的，吼、哦。美国那唔去，这个苏联设计的，迄都唔是美国占领的所在，吼、哦。所以，许个美国占领的所在，美国才会等于设计的，吼、哦。有只你就这样看到，吼、哦。美国那唔去阿强阿设计的，拢中国嘛，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呐、啊。啊，美国会当在台湾设清泉岗空军基地，美国敢会当去上海设？空军基地袂使啊，吼、哦。好，过来，咱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吼、哦，咱大家有这个作用啊。咱来捌两个吼、哦，第一个，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个作用啊，你一定要记起，吼、哦。咱来以伊拉克做例，吼、哦，伊拉克第二次的波湾战争了，吼、哦。英美联军伫2003年，吼、哦，3月19日去攻击伊拉克。第5月70日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战役占领区，啊，等于停战啊。迄个海山已经落跑，走去参加比赛，吼。那么第5月20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权利，这就是军事占领了，哈。那么结果6年后，哈，英军伫2009年4月30日，英国撤军啊、哦，降旗撤军。那么美军呢，在2011年
12月15日换美军降级撤军，这边较袂错呢吼，无我歪这边讲，啊，啊，敢若剩200几个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楼顶有人咧行路啦吼，伊即摆行这边，我就讲这边，哦，所以，啊，你甲想，欸，这个战争，美国等于差不多8年外。而且，哦，死2000几个，啊，开的军事费用，哦，账面上达到6000亿美金哦，哦，啊那那个可能超过就超的，吼、哦，啊，准敢那降旗撤军，啊，无甲伊拉克变作美国的一州，美国第51州，伊拉克州无，啊，一个开会多哎，钱咧开会多哎，啊，无在咧死遐侪人。所以，这就是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君主见面不得移转主权。哦、你搁占较久也无效。所以，蒋介石来台湾占咱台湾，吼、哦，到今年已经70年啊，从来没有一个文件讲台湾朋友已经变作中华民国，哦，合法的一个领土无。包括琉球美军嘛去占，好吧？到尾。美国跟日本政府协商琉球反乱，战争再行调就是等于日本啊，好吧？好，那我就无，暗棍那个袂算。好来，过来，咱来看吼、哦，第二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他都还未去搁讲啦吼，搁一个，以色列以前是毋是占迄个加沙走廊？都去年7月哦，巴勒斯坦，因的民兵吼、哦，都发射这个火箭去攻打以色列，哦，所以以色列人派兵去个，伊弄欧洲的地道过来以色列这边，他以色列鬼派兵入侵，但你敢知影伊以前加沙走廊是许以色列占领38年哦，底下。开设一挂屯垦区，开足侪钱做一个一挂设备设施，吼、哦，结果伫联合国的要求之下，38年后，无再开足侪钱开垦做屯垦区，嘛是38年后撤军出来。什么原因？就是国际战争法规定嘛，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哦。这是以色列嘛是占38年嘛，尾啊撤军，啊这是美军去占领伊拉克8年，啊无甲伊拉克变成伊拉克州嘛是撤军啊。第二个重要就是，咱来看讲，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中华民国来伫台湾，流亡来到台湾70年啊，不可以在这里就地合法，并且把台湾变成中华民国一个国家，袂使。好，这就刚刚讲迄个，咱有一栋。土地起壮大楼，叫做台湾大楼。好、哦，啊，那么因为比如日本天皇，哦，因为战争关系，把这块大楼抵押在美国手里。那么美国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替过这栋大楼，啊，已经过70年啊。这块大楼，敢会当变作讲变管理员呢？咱楼卡大门，迄、那个管理室，迄、那个管理员讲，我伫只过。70年呢，啊，这栋大楼变化的，啊，这电源大，这屋主是小的，咱请起来，到尾也讲这栋大楼变的，无可能嘛。所以蒋介石因来这只是管理员尔啦，无可能变出租变地主啦，安、啊、了解啦吼。过来以吐蕃为例，吐蕃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哈，因流亡达赖喇嘛。带伊一挂地主哦，越过迄个喜马拉雅山，啊、哦，走印度流亡伫迄个达兰萨拉。啊，这达兰萨拉七块土地无阔哈，敢那头20平方公里呢。好、哦，那么吐蕃伊流亡去到遐，敢袂当讲啊？即摆迄块土地变作吐蕃国，迄块土地是美国政府替流亡的西藏哈。哦甲印度政府租迄块土地达兰萨拉，啊，你袂使讲你去遐流亡，啊，就甲迄搭当作你的国家，袂使。所以
吐蕃的人若要离开印度，啊，伊个要出国，啊，去美国，伊爱去甲印度请旅行证件，袂使用因家己吐蕃法的。你流亡政府照讲，你无资格发旅行发护照，你的国家灭亡啊，你哪会当发护照？所以吐蕃人若要离开印度，要去美国读册留学，啊，伊甲印度政府请旅行证件。所以咱即马摕着，咱也有请着台湾身份证，有无？台湾政府发的身份证，你就有资格将来美国开放，予咱会当请美国的旅行证件，吼、哦，伊敢等于美国护照的同款的功能。全世界170几个国家拿美国免签，咱若摕迄个旅行证件，咱嘛是免签，咱就免摕中华民国签证牌迄个签。全世界你若看绿色的封面的护照，迄就是难民的护照了。所以咱提绿色的，人出去无甲咱尊重，啊！你都难民。中华民国是难民，你爱知影哦？吼，因是走路来遮。哦，同款，咱你法国的，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流亡去伦敦，敢会当伫伦敦遐讲？哦，阮即马法国，阮即马国家伫伦敦，这边我咧管的，敢会当安尼？袂使啊！所以流亡政府不可能就地合法。流亡政府啊，中华民国伊若要合法，伊真正得爱反攻大陆成功，佮甲阿公阿拍败，去到伊个首都南京，甲车轮机佮掀开，安尼，伊那国家就会甲承认，安尼伊就会当佮转去，伊还佮转去到伊个原来所在，才会当合法。你去到别人个所在，就不可能就地合法。了解了好。那么美军军政委托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已经，好，即摆已经第70年了哈。但是2006年10月2日，林志升控美案的判决啊，解读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日期无外行啊。咱也之前的训练得好，啊，71万分的这个身份证创得好，咱就有资格要求日本嘛美国爱。把迄个地理权献予咱台湾人，吼、哦！啊，一段时间后，咱较要求日本政府爱跟美国协商，吼、哦，和台湾返还大日本国，吼、哦。那么，咱来看美国军政府以合法台湾身份证伊个法源以下，哈、哦。咱来看，上重要，我先予你看这个 class 分类 TW。你只要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啊，你甲火箭事务所申请日本时代，哦，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用毛笔写的，也这个户口填本，你就是标准的本土台湾人，表示讲恁的阿公阿妈伫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一天，还佫住伫台湾，所生传落来的人，哦，你就一定摕着这个身份 TW， 这个身份就将来爱有这个身份的人，靠住个伫台湾的民政府内底做。公告人员，哦，做公务员，做老师，哦，咱无军啦吼，咱迄阵着，咱被占领，咱无军队哦吼，上过将来着有类似日本的自卫队安尼俩，所以将来哪咧选举嘛，敢若有 TW 的身份的这个人，较有资格参加咱民政府将来要办的选举，去做候选人，也是去投票。中国人无资格哦，哦，遐。流亡来台湾，走路来，1949年走路来台湾，所生团，因拢叫做难民。将来因若来甲恁请，咱拢来，我来将即款身份证给伊。但是，伊即个 class 分类，就写 T， 就毋是写 TW， 或者 CE，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哈 ，E 就啥 ，exile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伊摕身份叫做难民。难民没有资格，伊毋是台湾人嘛，伊毋是日本台湾人啊，伊无资格参加咱的选举。所以头拄仔咧讲吐蕃，伊流西藏流亡去即个达兰萨拉，因家己咧办吼、哦，办即、這个因咧选嘛会选总理啊，吐蕃的总理。印度人敢有含伊咧选？无呢。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因咧选总统，咱台湾人去甲伊选，都变唔对啊！
因咧转因咧，就敢那讲用着用动物来讲较好比啦。较早日本来管台湾，咱拢讲老一辈许管甲哦，错，迄足严的。拢讲好，这日本人足忠的吼，甲台湾顾甲足好的。你讲日本教好无？啊，即马一个换中国人来管台湾，哇，他也遮歹，他变中国地来。拢所以讲啊，日本人许蒋介石遣送等于日本，所以叫做教去换地来嘛，教去地来对吧？啊，较早日本足歹，日本警察足歹啊。人讲哦，日本警察迄个威严，一定讲台湾人听到就听到日本警察原来惊。包括囡仔，你若甲讲囡仔来考量，我叫警察大人来哦，囡仔准袂考，准点的。咱就咧讲日本警察，讲警察大人嘛，哦，位阶足悬的，足方尊重的。啊，怎啊国民党来，啊变警察大人叛变啊？啊，佫愈管愈歹，贪污腐败，歪哥收钱有啊？怎啊变警察啊？佫较细。啊，怎啊连警察也毋是哦，讲地无爱有无？即连地步也毋是讲插头，有无？到尾啊，连插头毋是讲合法派遣的罗马，有无？那去年啥物信义区有无？迄酒店一个警察去维持去敲代志，伊有遐少年的公司有无？合法派出来的罗马出来咧敲代志，你啦。那讲到遐，你咪讲到对呀。啊，看我心情。所以，因若摕 CEA 吼，无资格甲咱转吼。啊，敢若讲，敌国咧选敌王，啊，咱交国才会去甲人咧选。安尼敢对？唔对嘛吼，安尼较好理解啦吼。严正文啊。哦，迄个中国人啊，伊嘛是 CEA 分类啊。嗯，我连胜文这个跟柯文哲算嘛真趣味吼。柯文哲，伊换跑道足厉害。一般人若讲换一个行业吼，隔行如隔山，迄结果柯文哲敢若有够天才，伊做够欢喜个，佮讲哇，做市场有够紧张。毕竟做。够较凉吼，唔免半暝叫起来几下摆。哦，哇，这两者好，我若听你讲足趣味的，好无？吼、哦，啊，柯文哲嘛讲一个故事吼，值得咱来参考。伊讲吼，有一只獒犬，西藏獒犬，足好小家，啥物狗啊，啥物狗拢输。有一届吼，去参人比赛，啊，迄只狗啊拢无毛，啊，结果獒犬咬输。哦，迄、那个主人，獒犬的主人都唔敢问迄饲狗的人。啊，你饲只是啥物品种？哦，那会害我咬我獒犬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又咬到非死即伤，啊，怎啊我会咬住你？主人讲，即只即马吼，较早有毛的时我知影啦，那真无毛我嘛看无啥，但是较早有毛的时吼，伊是一只狮啦，狮子啊。狮子是万兽之王，你才会要甲家赢伊。安尼，伊在讲意思。柯文哲讲：啊，我就是迄只狮啦，所以我来选台北市长。啊，恁遮都连胜武讲啥物大连舰队，我硬胜的吼。所以你看，柯文哲吼，伊选前差不多十五天，伊就停止选举安尼。伊讲啊，咱赢着，啊咱赢着啊，好，咱来办欢乐活动，来嘉年华会有无？伊在咧耍啊，咧佚佗啊呢，无咧耍啊呢，都拢无，可能就将来无伫电视拍广告有无？电视，我嘛报纸毋捌看咧讲广告有无？真厉害，无开钱，无开啥物钱哦。啊，歹势，我今仔时间到，哦，我今仔广告遮啊，隔壁班我阁有课哈，欢迎大家过来做一个参加研究哦。多谢各位，谢谢。